2017年9月10号，我是北斗司工作人员陈关 C。在前几次的茶水表走访后，我已经和演员们打得火热，相处得像朋友一样。算了，真正的朋友都是这样互相 diss 的。我能理解男神的良苦用心，而且我还收获了开阳女神的飞吻。啊，这种心动的感觉是怎么肥孙？姚光和随风在讨论星座话题，嘿嘿，好想加入。三个优点，第一个高，第二个帅，第三个有钱。高。你看一下高，你想干嘛？嘿嘿嘿，随风男神竟然知道我的星座，看来我已经成功打入内部了，开心。你以为他不是你？又 Q 我，嘻嘻嘻。小脚裤啥？小白孩。你说啥？白孩。好啊，所有人注意一下，这个飞机在低空接近三七分。咋？托尼老师设计的发型，你有啥意见？不带人身攻击的啊！安心。嗯？说。听我解释，我跟后期小哥哥真的只是萍水相逢。我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，他对我十分了解。就在9月10号的下午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。啊，算了，追星真的不容易。